就是好骗，你到底是谁？我是谁？手机里说得很清楚啊。啊？什么？喂，你好好看看我，我就是你的好朋友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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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破卡牌有什么用？就因为这个，你就要杀人吗？哼，还真是个新人。听好了，在这个血色苍穹的世界，什么法律道德，通通都是狗屁。只有爱国的指令是不可违背的。至于卡牌，收集齐了，也许就能离开了吧。我快抓不住了。所以。 你就认命吧！坚持住啊！ 那男的疯了，怎么还敢拉住那女的了？难不成那小子看上这女的了？打算先……鹏哥英明，等一下，我们还有好戏看。嗯，哎呀，滚回去干活。你竟然救我！我这是条件反射，第一次这样救人，还怪有成就感的。干嘛救我？这样。 我们两个都会死，死不死的以后再说，先上来吧，这样说话真的很累啊。你怎么称呼啊？啊，你不知道？我们第一次见，我上哪儿知道去啊？你没看见手机里朋友照片和名字吗？我只听里面说要杀人，还没来得及看仔细，嗯。 后来就听到一声枪响，那个我也听到了。那枪声是怎么回事啊？哼，这个残酷的世界，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下回多小心一下吧。假如你还能有下回的话，哎，美女，你别动手，千万别动手啊！我有说过要动手吗？鹏哥，这俩。 不像是要办事儿的样子呀！哎呀，废话，再等会儿。反正他没有跑不了，要还没动静，一枪崩了就是了。你是今天才来的吧？对。后悔吗？要是能重新选择，我就选择不上那辆公交车。不。 我就选择不为了一包纸巾扫那个胸脯。
那个二维码。后悔也没用了，一切都晚了。我们当中必须有一个人要死。什么意思？就凭那狗屁的找朋友，他说什么我们就要信什么吗？你不明白，我亲眼见过违背规则的下场。林平，你放心，我们两个以后保护你。嗯。又到了一天一次的找朋友时间，孤单一个人来到苍穹世界，是不是倍感寂寞？不如这是朋友吧，点一下看看。你干嘛？快出手！你懂个屁！不然我们都会死的。我叫你出手，陈磊一直在帮我们啊。能把这么多人送到这个鬼地方，这 APP 的开发者有多大能量还不清楚吗？捏死我们易如反掌，我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我才不想死在这个鬼地方呢。想要活命就得听他们的，陈磊必须亏我曾经还拿你当兄弟看。等等，磊哥，我错了，磊哥，我错了。等等，我偏要看看，到底会怎么样？时间到，系统检测到你的朋友都还活着，很抱歉，任务失败。陈磊王思远将接受天罚。天罚？像这样，噗的一声，就把你劈死了。那一定是卫星定位，他们是靠卫星定位我们的手机信号。没用的。我们把手机，我试过，无论把手机丢掉还是砸坏它，过不了多久，一模一样的手机就会出现在你面前。这不科学啊。这个血色苍穹的世界，发生什么都不奇怪。如果我没有离家出走，就不会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吧。你是离家出走的？嗯，我和我妈吵架了，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从小就只有我和我妈妈相依为命。我家在农村，家里很穷，小时候我所有的玩具都是妈妈用纸折的，这种纸飞机就是他教我叠的。我好想再见到他呀。嗯，我想一定会的，我们都要活下去。也只有你这样的新人才会有这样不切实际的想法吧。我来到这个世界后，为了生存而做过的那些事情，恐怕是你想都想不到的。我不知道你到底经历过什么，不过只要我们振作起来，总会找到办法的。啊，振作，眼前这关我们恐怕都过不去。哎，这样，一会儿我们在时间到的前几秒把手机远远的扔出去，然后躲进房间。这样无论他们是从天空瞄准还是手机定位，我们都能躲过去。啊，哦，有道理，好，我听你的。放心，我们一定会没事的。相信我，我们一定可以逃离这个地方的。我相信。林平，就这样结束了。好希望这只是一个噩梦，只要睁开眼睛，就能回到那个有蓝天、白云、有妈妈的世界。妈妈，我好想你。他娘的，那个小子竟然跑了！他跑不掉的，鹏哥，你在这儿继续守着，我去对面亲手宰了他。行，别忘记把卡片扫给我。那当然是鹏哥您先挑了。嘿嘿嘿。别忘了任务，你先看看有没有雷老大找的那张。哎，是，您放心吧。
放开我，林平呢？你的朋友林平已经死亡，恭喜您获得他所拥有的全部卡片，共计七张。哎，别乱动，对面有人在狙击，只要你敢露头，你就完蛋了。狙击？谁在狙击？你们是谁？我叫大牛，他是政委，我们是好人。好人？我们和你一样，也是因为扫了一个二维码才来到这里的。和对面几个家伙不同，我们都留有人性，不会随便杀人。我凭什么相信你们？如果我们想杀你，根本用不着救你。那你们为什么不救林平？他是我朋友。抱歉，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你们在外面，听到枪响的时候已经只来得及救你一个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随便开枪，随便杀人？在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世界，有些人被逼迫，或者干脆自己选择放弃良知，成为暴徒，这很难理解吗？雷震宇一伙就是暴徒，为了获得卡牌，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雷震宇？前两天闹得满城风雨的人口失踪事件，警方出调查结果了，是一个暴力团伙做的案，他们的老大叫雷震宇，目前在逃，这不通缉令都发出来了。难道是他把我们绑架到这里的？那些戴头套的怪人都是他的人吗？那倒不是，据我所知，雷震宇自己也是莫名其妙被带到这里的。至于那些戴头套的，是 APP 的执行者，如果非得安个词的话，就算是这个血腥游戏里的敌对 NPC 吧。刚才说了，雷震宇一伙人都是暴徒，有些人本来就是他的手下，还有一些是专业的杀手。在这个没有任何法律的世界，他们把其他人都看作是可以任意屠杀的羔羊。我们有很多同伴也是被他们。羔羊吗？不过不用担心，能和他们周旋这么久，我们也有我们的王牌。你朋友的仇就让他给你报吧。小敏，我们这里有个新人，你先回基地吧。好。唉，今天也算是小有收获，对面的狙击手已经清除了，跟我们一起走吧。哎，对呀，加入我们比孤军奋战强多了，也不用独自忍受这个疯狂的世界了。好，我加入，但我还有点私事，你们等我一下吧。走吧，人死不能复生，看开一点吧。哎，对了，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的朋友。
常常想世界多么奇怪，我们要多余般存在，空洞的生活，空洞的无奈，重复着出生到说拜拜。你突然出现在我脑海，像宇宙转折接踵来，尝试不同玩笑安排，秘境从此打开，跟随陌生的未来，步步精彩。看太多是他最好的安排。这就是咱们基地。我不是叫你别跟来吗？拖后腿的废物。关远哥，他今天刚到咱们这儿。欢迎啊，以后我就叫你小明明吧。今天大丰收，不如大家放松一下，也算是欢迎小明明的加入了。昨晚等了你那么久，你还说没出去鬼混？把小拳头捶你胸口！呸！你这个大坏蛋！以前你都是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却叫人家小达达！捶你胸口！我打死你，大坏蛋！我们从两年前开始就已经开始立项了，然后就包括前期的一些市场调研，包括剧本改编，然后到角色的一些设计制作，一直到今年的8月18号正式上线，都挺长的。第一集的制作，因为第一集的制作的话，很多素材是需要重新制作嘛。然后包括我们使用了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然后软件什么都经过了升级，团队也有一个磨合的一个阶段，万事开头难，就是这样。三维动画的话，它可能会就流程相对来说更多一些，如果把流程画成线的话，二维动画变成线性的，三维动画的话应该可能会有很多的环节同时进行，然后相互之间配合，比如说模型从前期设计吧，前期设计，然后到模型还原，然后材质之后是灯光，然后模型出来的东西，然后另一方面又交到另一条线，就是绑定，是吧？绑定，然后让它能够去做一点角色，能够做一些动作，做完动作以后，然后这个可以 layout， 然后动画，是这样，多线运行的一个配合，团队配合。难点的话，可能也就是在配合上。因为环节一般的话，你环节越多的话，中间出差的可能性越大。我们一般来讲还是比较鼓励各个环节说发表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什么的，因为在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之间，很容易就配合出一些新的一些火花来。就是对于各个制作组的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意见，我们还是非常希望看到
这样就是大家各抒己见这样一个环境呢，毕竟就是说在各很多人的一些就是相互之间的一些提案啊，一些碰撞的时候也会经常出一些火花。当然有时候的话就是大家各执一词，可能会就是稍微有点摩擦的那种感觉，然后基本上这个时候就是枪呢都听我的。哎，你有下载腾讯动漫 APP 吗？没空，我最近在看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克伦理学。哎，我有原创作品在上面连载呢。那又怎样，又不帮你高考加分。腾讯动漫还给了我高额的稿费哦。哼，钱又买不来知识，俗气。我缺个助手，你要不要来搭把手啊？先帮我拍两张照，我要当绘画参考。麻烦，摆这种姿势你到底画的是什么鬼作品？你有兴趣了？并没有。哟，你有新漫画更新了。哎嘞，这是你的手机啊，我刚只是借来用用的。原来你腾讯动漫爱装逼的同学都在看。